由伊姆米中华电动自行车、快意生活村、甲诚意文旅建构整个台湾第一个城市集团旅游网正式成型，连接着特色的旅店、商家甲景点的设计，游客会当伫快意生活村来租借电动车，配合着三种精心规划、半工甲一工的旅游路线，享受深度、高机动性的丰富游艇。市长涂新泰今仔日亲自出席记者会，邀请民众做伙来遮轻旅行。嘉义市长涂新泰议员带领特别地上安全帽，骑上改造因的环保电动车，对一门的观光景点快意生活村头前，带领着五会的来宾正式出发，散布全台湾，首创结合着旅馆、特色店家和景点的集团旅游网正式成型。第一台自行车啊，根据我们中华汽车他们的说明，大体上是如果你骑了35公里左右。只有1.7元，等于是说我们平常这个加汽油的大概是减少92%，尤其是在嘉义，是一个小小的只有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，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很快的就到达。那我们嘉义又是都非常多的人文，非常多的旅游，非常多的好吃的东西，所以请大家暑假一定到这里来。随着观光风潮的兴盛，伴随而来就是环境资源如何应受保存的议题。e-moving 中华电动车在最近这几天积极布局城市集团旅游，嘉义市也成为台湾本岛第一个上个完整的集团旅游网。游客来到嘉义市了后，伫咧快意生活村会当租着电动车，配合着精心规划的三条路线，会当畅游诸多古城，品尝上界在地的美食，阴暗住伫咧特色旅馆，解决多数游客到嘉义市旅行的交通问题，嘛来提供另外一种漫游的旅行方式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